马上2021年就要结束了，所以我决定送你们一个礼物，不是一个拍了不定剪辑不会预定发的一个人在 vlog 这个事情上的海花岛之旅，海花岛的春天。所以其实这是一期时光胶囊。到机场了，要去岛上了。哇，好浪漫！那住的地方，然后等下要先跟编辑和造型师过一下衣服，然后我就要去现场看一下搭建的情况。买了个很便宜，但看上去还蛮好玩的一个假发头套、假发帽。我们来看景喽，朋友们，这地方太赞了，很大、很空旷的。差不多就位在这，差不多这样子。稍微，我要进宿舍了。其实没有，不会，我只是来开会而已。你明天见哦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刚发现很好笑的事情，就是我同事点了个外卖，结果呢，他点了一个外卖送到了大概几十公里外吧。搿地搿条河也拉滚了的。听得懂吗？难道我有那个那么大个吗？不得咯，打错电话啊！那我不懂哦。欢迎入侵我的 vlog， 正好在录，尴尬。现在去拍摄现场路上，那是早晨8点左右吧。当我和丽婉说我拍过男男的 MV， 当我说是给在意的时候。就是这首丸子老师太厉害了吧。Best photographer, so good. Best models and the best vocal and the best Jennie's fan. 哦、It's a video. It's a video. It's a video. OK, hello. 彼此交响，去渴望，去努力，去开启一切奇迹，听到全世界赞美。毕老师拍出来也太好看了，好看到震惊的程度。今天辣吗 ？Very. 你最喜欢哪一张？今天每一张都很不差，每一张都很不差，我很爱。你可以再锅一点，你知道，锅里锅气的整个人。牙疼。咱们也是猫老师兴奋外加变。张嘉元老师，说你要准备干嘛？骂！那你就答吧 ，Go！ 对 ，Just do it！辛苦啦，老师们辛苦啦！今天是晚上的2点多吧，我早晨要赶飞机。哪些我们准备的道具是没有用上的？放大镜没有用上，台球棍用上，但台球本身没有用上。然后本来张希特跑来说我要8号球，后来也没用上。我觉得这次比较好玩的是，我给所有人都做了一个名牌，其实做了2个名牌叠在一起放，就是因为人很多，所以更需要身份标识。但虽然我不会强调它，它上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它的英文名拼音。然后另外一个就像个证件，当场拍的拍立得和左边写一些他的个人信息什么的。然后听制片女士说，很多很多
男孩子们就是胖了以后想要保存那个名牌。刘玉想要张新特，张新特，吉祥，吉祥。阿嬷嬷刚忘记带走了，又给我要回来了。李默很细心的找到了道具台，把我们留下来的所有人的拍立得都看了一遍，然后喜欢，觉得拍得很时髦。谢谢你，李默老师，我对青莲给我印象非常深。青莲超好笑，就是我前面跟他说我觉得你写的 Ready for Jenny 很好笑，然后他就回了我四个字啊，房子塌了，房子塌了啊，哈哈哈。哦，今天有个特别好玩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正好今天 Blackpink 的 Rosé 发了他的 solo， 然后我们下午1点准点，我们就一起看了 MV。 哇，哇，可爱。我也跟他们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安排会是这样子，因为让庆怜和米卡穿了很英伦校服感觉的衣服，但其实我觉得它会很像日本的一种风格的校服，不是学蓝，就是那个黑色的像类似中山装的校服，而是比较西式的校服，而且这是他们比较少穿的一个风格，然后我觉得配出来很好看。最后一刻张家元把整个景给砸了，是我要求他砸的。然后今天有一个很可惜的事情，是不是跟一些朋友录了 vlog 嘛，其实我和刘玉也录了一点点，但是当时手机没电了，都没有存下来。刘玉真的超可爱，就他走的时候已经上车还对我拜拜挥手哦。哎，丽露秀也超可爱，就他们跟我说丽老师其实非常开心今天拍的东西，但他不好意思说，然后他让节目的别的老师过来向我表达，他就不好意思说这样子。还是很难忘的拍摄的，拍到喜欢的作品真的很开心，希望每个男孩子都越来越好。感谢收看本期妹妹的时光胶囊，有缘再见。